来，今仔日的题目讲，耶稣呼召四个掠鱼的人，就是耶稣呼召第一批的学生。请问耶稣有几个学生？十二个学生，一个叫来。哦，第一届就是这四个。哦，来，咱先来讲起耶稣来到世间的任务是啥物？耶稣原本是上帝，临到凡间来救世。哦，这下要我若甲睁开，有你上我捌上讲过，耶稣本来就是神啦。临到咱这个凡间哦，咱就是凡，咱就是平凡的人嘛。临到咱的世间要来救咱。哦，伊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宣讲上帝的话，要甲咱讲上帝足疼咱的。要甲咱讲，啊，咱常常拢会做唔对，啊，上帝一摆搁一摆赦免咱，这就是福音上重要的本质，就是耶稣来到世间的任务，伊要甲咱讲上帝的话。所以无论伊行到倒位，拢有一大堆的人对伫伊后壁，对伫后壁咧讲啊呐，耶稣啊，讲互阮听，讲互阮听，阮爱要听上帝的道理。所以耶稣时常就甲因讲啊呐，时间到啊，时机成熟了，赶紧的，上帝都要实现啦，恁就爱赶紧离开罪恶，离开罪恶来信探福音。吼、哦，上帝国要临到啊，人就爱离开罪恶，人若无离开罪恶，你无法度亲近上帝，因为罪甲咱甲上帝中间隔开。所以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一直讲。讲啊啦，讲咱着爱离开罪恶，咱着爱听探福音，用国语讲讲，当悔改信福音。哦，啊，有一日，耶稣达庄社安尼行，就行到加利利海的边啊。哦，加利利海伫因迄个省是一个足大的海，本来是一个湖啦吼。哎呦，足侪名，提比利亚海、加利利海，因为足大，所以当地人拢甲伊讲海吼，像海遐大。啊，伫海的海墘啊，都有真侪小小的庄社，吼、哦，渔村吼，渔、哦、村。啊，就伫遐，耶稣伫迄个湖边伫行的时候，哦，伊已经是对别个庄社讲了啊，啊，佮来到这个所在。我想袂到吼，人一日听到耶稣来到这个所在，哦，一尊一尊的人，搁再挖过来，搁再挖过来，搁再挖过来，哦，人一直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坐，一直坐，哇，当因伫后壁搁再讲啊呐，耶稣啊，阮要听上帝的话，你讲予阮听啦，耶稣啊，你讲予阮听，阮爱要听上帝的话。哇！耶稣看到人啊，买，几啊百个，几啊千个，耶稣就安那来到迄个海墘啊。恁知影海墘啊拢有啥物？船啊，吼！因为迄个加利利湖，迄个湖拢有真侪鱼啊，啊，所以遐村的人就安那掠鱼的人，吼，像咱讲的讲讨海的人啦，吼，因为细只的鱼船啊。啊！伫迄当时，家己伫海边的渔船啊，大概差不多拢七公尺到十公尺。啊，那咱来用咱的话来讲，讲差不多三吨啦吼。的意思就是讲，唔是足大只的船啦吼，就是咧掠鱼的船啊，三吨嘛，差不多只到遐，就两吨啊，咱只就差不多两吨啊吼。所以三吨长的船啊，尔吼。啊，伫遐耶稣就看到有船啊，靠伫个岸边。啊！迄、那个船仔的主人，迄掠鱼的人，伫边啊，咧安那咧补因的鱼网啊，吼、哦，有时鱼网啊会破去，爱修补，啊是掠鱼掠了，我鱼网啊会揢到一大堆，什么海草啦，有诶无诶，都爱伫遐整理遐鱼网啊，啊就伫遐，耶稣甲众人讲啊啦，恁拢坐咧，坐咧迄个沙遐，吼、哦，咱讲诶沙滩上，啊耶稣就甲迄个渔船仔的主人。哦，迄、那个渔船啊，顶有主人嘛，甲主人讲，我要用你的船啊，我敢会当坐伫你的船啊顶来讲予遮个人听。耶稣就搭上去伊的船啊顶，然后请这个船啊的主人，这个船啊的主人叫做西门，就是以后
以后耶稣改改名做彼得，哦，这是耶稣的大祭牌的徒弟吼，就伫遐，伊甲改讲，我搭上你的船仔顶，请你甲船仔安那下较过去，吼、哦，船仔就塞较过去，离开海水，吼、哦，离开岸边，耶稣就坐上伊伫船仔顶，坐伫遐。来将上帝道理来讲予众人听，其实这个抓鱼的人，伊嘛足爱听，因为因以前因毋是第一摆接受耶稣，因以前就捌听过，但是即届因是这么近来看到耶稣，是这么近来听到耶稣咧讲话，所以因伫船仔边，因嘛听到足欢喜的，哇！耶稣就伫遐讲，佮讲，佮讲。讲起上帝听，讲起上帝赦免，讲起上帝圣洁，当耶稣一摆搁一摆咧宣讲上帝的话时，众人拢亲像恁安尼，哦，足认真地听，坐足久的呢，嘛搁足爱搁听，搁听，搁要爱，搁要爱，所以耶稣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啊尾啊哦，哇，讲真长了，耶稣就讲好啊，安尼今日到这。哦，啊，恁会使通转去啊？哇，啊，众人就安那，哦，有诶，就爱赶紧准备要转去啊，因为古早在行路行真远。讲了，耶稣毋是干那关心遮个心灵夭折诶人要听上帝诶话，耶稣活过来诶时，关心遮个船仔诶主人，关心即个海岸边啊有几啊只船仔，遮会掠鱼诶人。耶稣就甲彼得讲，哎，就甲西门讲，将你的船啊，驶去最深的所在，拍网掠鱼。当耶稣讲，西门，将你的船啊，过到迄个最深的所在，然后拍网掠鱼。耶稣啊，我抓几暝呢？昨暝抓到天要光哦，啊抓无几只，啊我即几个拢抓鱼抓几十担啊呢？我抓足久的呢，啊抓拢无呢？啊毋过吼，你叫我甲船仔过去遐，啊然后拍网抓鱼，我要听你的话。我要听你的话，因为头久啊，阮听你咧讲上帝的话是遐尼有气力，所以我要听你的话。好、哦，西门就叫伊的兄弟按着了，叫因遐厝边的人讲，老师讲叫阮把船仔驶去最深的所在，拍网掠鱼。啊，剩的遐掠鱼的人讲。咱遮抓一二十担的鱼啊嘞，咱这拢足有经验的。耶稣，咱老师，咱读册人哪会抓鱼？哪有可能？伊阁有教咱抓鱼哦。但是西门就伫遐听探耶稣的话，就把船仔过到最深的所在，然后牵伊的小弟安德烈，两个人就把网拍落去。咱知影。古早若拍网落去，你都要等一道久啊，毋则有可能会当扭网啊，看有鱼啊无？哦，当因把网拍落去的时，因就伫遐等。检查因有个人的心肝会怪怪吼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十暝抓几暝啊，抓无几尾。这个老师是读册人，是安那？伊叫阮把船仔驶去较深的所在。都抓有鱼吗？哦，有个人会感觉足奇怪，但是西门就听耶稣的话，当因把网仔拍落去，无偌久的时，有鱼，有鱼，有鱼在跳，哦，足侪鱼，哦，有够侪鱼，哇，两个兄弟啊，有够欢喜的，毋是有鱼尔尔，是足侪鱼，是有够侪鱼，哦，网仔安那？啊，未救起来，尔都看到鱼伫遐噗噗跳，噗噗跳，哇！因就知影啦，
伊坐到伊的船啊，坐袂了。哇、哦，两个人欢喜到哦，哦，较紧的安那，下迄岸边的船啊，就是因的亲戚朋友啊。哎呦，汉啊，阿哥啊，过来哦！哦，话甲大细声哦。哦，啊！因伫遐是听无啥有，我敢若看伊伫遐喊甲大细声，叫因紧过来。哇！约翰公啊，都本来就是因的亲情。哦，着赶紧的甲因的渔船啊过过来。哦，特别我见的是，大家目睭拢遮大蕊，哦，惊死人！迄网啊是安那，滴滴滴的鱼，好、哦，迄鱼逐尾拢伫遐皮扑跳、皮扑跳、皮扑跳。哦，因啊看甲足欢喜的啦，啊嘛感觉足奇怪吼，哈、哦！哪有遐侪鱼？哦，有个人啊，够欢喜啦！哈，紧来来来来，你游一边，我游一边，好，甲鱼啊啦，啊，踢上来，好，安，迄个网啊吼，强强要离开，迄鱼坐甲吼，两只船啊，坐甲沉沉沉，圣经写讲，船强强要沉落，吼、哦，你就知影偌沉吼，迄鱼啊偌济安尼，我伫遐，遐。做伙掠鱼的，迄几个厝边隔壁来的人，哦，目睭拢大蕊的，拢足欢喜，拢笑，嘴笑目笑安尼。但是伫即个时，西门，伊煞会惊。即、這个以后正做彼得的学生，伊会惊。伊伫即个时，伊看到讲安那，即、這个耶稣，伊感觉是一个老师尔。伊感觉那是一个人尔，一个人是哪会当做这个代志？伊绝对不是人，伊是神，靠法度，我的希望啊落去，都满满满的。伫遐，伊家己会紧张，伊看出这个耶稣唔仅是人，伊是神，当人有限的人类。接近到神的时，人会哪惊？会惊啥？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未堪的，我不配。有罪的人不配接近神。所以伫这个时，西门伊惊惊，伊开始倒退。别人足欢喜，足欢喜伫遐，哦哦，这鱼会当赚足侪钱，哦，这鱼会当安那，哦，互咱安那赚钱，伫遐。西门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伊就跪落去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哇！这个西门，伊伫遐来，目睭开，看出这个耶稣，毋是干那一个宣讲上帝的老师娘娘，这个耶稣是神，所以伊伫遐随时跪落去讲：“主啊！”离开我，我是罪人。意思是，我未堪的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唔敢接近你。你是神，但是你看，咱的主就充满贴心，把伊牵起来，讲西门彼得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。彼得来对我，彼得哦，以后是耶稣家改名做彼得，耶稣叫伊西门，你来对我，你来对我，对今仔以后，你莫阁做掠鱼的人，你来对我，我要予你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。哇，彼得啊，西门足欢喜的，哦，随时。就牵伊个小弟仔呐，甲规车个船仔个鱼，甲放咧，互因兜个人。然后边仔迄两个亲戚，哪个甲约翰，因嘛是头久啊，拢伫遐伫海墘仔咧听耶稣讲话。然后看到耶稣叫西门甲船仔过去遐，就照耶稣个话拍网，得抓遮济鱼，因拢亲目睭、亲身去见证着。耶稣神迹，就伫遐，因拄到一个对天顶来的老师，因就欢欢喜喜。当耶稣一句话讲：“来对我，
来对我，我以后要互你得到人，得到人，亲像得到伊。雅各甲约翰嘛，甲伊去吃规船的鱼甲船啊呐，放咧。因老爸伫顶边啊，讲阿爸，这鱼这船拢互你，吼，这卖几啊几啊千几啊，足侪钱的，这拢互你。啊，我无爱搁掠鱼啊，我要来对这个耶稣老师，我要来听伊讲上帝的话，我要来做伊的学生，我以后要对伊来传福音。就伫遐，耶稣应允伊讲啊啦，来跟对我，我要互你得到人，亲像掠鱼。有一块歌安尼讲。哦，这块歌就是阮咧甲囡仔教的吼，讲我要予你会得到人，会得到人，亲像掠鱼。我要予你会得到人，你着来对我，你着来对我，你着来对我，我要。予你会得到人，你着来对我。这四个人：西门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。这四个掠鱼的人，咱知影吼，掠鱼的人无读什么册啦。来用咱即摆话来讲吼，国民学校毕业尔啦。你知影无？彼得对耶稣三顿半句。三顿半句，读册三顿半尔尔，伊对着一个世间上高的老师，所以彼得以后哦，伊一届讲道就会当予三千个人来信耶稣，伊一届讲道就会当予五千个人来信耶稣，因为伊安那，伊放下一切，当伊对耶稣的时候。啊，日也对，暝也对，耶稣讲话，耶稣医病，耶稣赶鬼，耶稣伫倒食饭，伫倒睏，必定拢对拍到。所以，这个无读册的彼得，以后真做一个足有名、足有名宣讲耶稣的故事。当伊放下所有，唔了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放下，雅各、约翰嘛甲渔船啊放下，嘛甲老爸老母三时。当因对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无互因邀到啊。所以你看有偌济宣教士，因对外国来到台湾，因都爱放下因伫因的故乡的名声、地位、金钱。哦，咱看惠珠咧工作的新老病院，就是马甲牧师、马甲国医生。哦，台北的马甲病院，迄个马甲，还是彰化的基督教病院，迄个咱台北医师吼，甲伊个囝，因迄拢伫因个国家内底放下因个所有，伫因个国家，因拢做医生，因拢会当安那名声、地位、金钱拢做好。但是因放下一切来到台湾传福音，但是上帝嘛拢照顾因。虽然会经过真济苦难，但是上帝嘛拢安那，互因拢经过苦难，搁有平安。然后因传福音。的轨迹就是台湾足多人信耶稣，哦，所以今仔日甲咱讲啊呐，彼得、约翰无读什么册，哦，哪个安德烈这拢也无读什么会，但是啊呐，只要你咱军队耶稣，哦，咱今仔日故事讲耶稣第一批的学生，即世的掠鱼的人，啊，咱即摆倒转来想看卖啊，遐个人是呐一大群的人，因要爱对耶稣。因对耶稣要得到什么？咱来分两边，吼，一边老师，一边盲人。来，想看卖啊！足侪人对要对伫耶稣的后面，因一直要甲耶稣讲安那，耶稣求你安那。因爱要安那？要听耶稣讲上帝的道理。有的人是要爱耶稣医治伊的破病，对，所有对耶稣的人，足侪拢是要听。要听上帝话，身躯的病痛要得到医治，心灵的艰苦要得到解决。有时你听耶稣话，你看咱若艰苦心的时，读圣经了，咱的心会开。吼、哦，来，耶稣甲啥物人照准啊？我头拄仔讲遐侪解。西文就是以后耶稣甲伊改名叫做彼得，吼、哦，彼得的意思是石头，
吼、哦，来，遐个人拢坐伫海边仔时，耶稣照西门的船啊，啊，伫遐，耶稣关心遐个人，讲上帝话互因听。遐个人离开了，耶稣关心即个渔船仔的主人，知影伊安那？知影伊规暝钓无鱼，你看伊还袂讲，耶稣就拢知，所以耶稣关心伊，耶稣甲伊讲，驶去最深的所在拍网抓鱼。我相信，我嘛是会一点仔像西门安尼，我抓几十担啊，这老师甲伊捌抓鱼，但是因为你讲的话，我就听谈，国语讲依从哦，顺谈听伊的话。你看，听耶稣的话到迄个所在，果然啊啦，果然啊啦，丰收抓满满的鱼，抓到互你抵袂了。当丰收的时，西门感觉到啥物？伊看出耶稣这个人啊啦，伊是神。咱是毋是做一届礼拜，咱敢若知影耶稣，耶稣，咱无认真去想讲耶稣是神。耶稣若是神，伊解决咱的问题，伊体谅咱的苦难，伊知影咱的代志，所以当耶稣甲伊，予伊得到满满渔船仔鱼的时，伊反倒是跪伫耶稣的面前，伊讲迄句话，伊讲安那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啊，咱若家己偷懒向阳的，毋知影是哪甲伊讲一句话，哦。所以我搁一解解说，当人见到上帝的时，人会惊，会见笑。我袂堪哩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伊看透我的肠仔肠肚，你知影无？可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想啥物，我讲啥物歹话，我做啥物唔对，伊拢足清楚的，是无？所以当人见到上帝的时，会紧张，会惊，因为我是有罪，伊是圣洁，我袂堪哩。我不配，哦，所以伫遮西门跪落来讲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我是罪人。”但是耶稣温柔疼痛的声，伸手牵牵，讲：“西门，来对我，来对我，我要予你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，来对我。”所以来对我第一个条件就是爱安那。放下家己，放下过去，过去是抓鱼的，过去渔船仔上重要，过去阮家较重要，即摆渔船仔无重要，鱼仔财产无重要，哦，厝内的人爱放下，你看偌济宣教士因爱放下因的爸母亲人，离开这么远的所在，才会当将耶稣的福音传予人。所以咱也是，咱今仔得到这个福气，就是因为有遐个人的牺牲，哦。所以，咱爱时常为着在传福音的人祈祷，毋仅是咱教会牧师，咱的眼界爱较快。咱爱为着足侪人，你讲我也毋捌伊，无要紧，你都敢若祈祷讲，上帝啊，既然奉你的名去传福音，去传耶稣的人，你拢保护伊，你拢照顾伊，你拢福音平安，福音教义。所以今仔日的故事到这，耶稣召的第一批学生。四个人，咱试看卖，甲咱名背起来。西门彼得，伊个小弟安德烈，啊来雅各、约翰，这四个拢是啥物？抓鱼的人。咱的故事到这，再见。